当时就要把它关在家里了，那高院好，人家一出来一定会被打。对呀，那么狗，因为我们家楼上全部是猫，那只狗被打的很，我觉得我们家猫很悍的。我们家只有一只猫，但是我们家楼上另外一家养了很多只，另外一家养了很多只，就在他家里面。It's like Moses split the sky. Oh. 这个花园的话呢，但是花园真的太大了，好吃，都是香草。And then in the night time, in the front of us, come alive, isn't it? Now, one time, it becomes a sky to share.